茄子掰那才好吃。东北的地三鲜，你有新感消息请注意查收。哎呦，邮件，可能是儿子的学校邮件又闯祸了。我把我的学生带了梁博。知道这个人是崔健老师的时候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。是我的好朋友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制的一把吉他。加油吧孩子啊。胡老师，爱上音乐以后，他会给你带来太多的。其实没有好声音，我不会认识到这群可爱的年轻人。没有好声音，我也不会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类型新鲜的音乐。谢谢老师让我变成这四朵花的一朵。感谢那英老师能够让我进小班班的鞋。不是我成就了他们，是他们丰富了我。谢谢那英老师。谢谢娜姐。谢谢老师。你有新感消息请注意查收。娜姐开工啦。这事儿大了，太糊了。